事啊。那我今天来干嘛？我现在要先把头发整个都编起来，才可以做一个属于假发的底座。对，然后我就每一套会依据我的那一 part 的风格去决定我这个假发是什么。其实这个假发只有第一套的颜色做了调整，其他都是跟大家2020年看到的是一样的，但是服装因为会改变啦。我们现在就是要试说经过了这个岁月会不会影响假发的服帖度什么的。其实戴假发的过程真的挺丑的，哎，有点，等一下，有点凤眼了啦，是不是松一点？还没结束，救命！不是，真的很紧。各位观众，你们不要觉得我在开玩笑，因为真的，你压眼尾就是要压成这样，不然就会变成小樱。大家听过小樱的故事吗？怎么可能？那个笑话就是小樱给妈妈绑头发，绑一绑，妈妈就说：“小樱，妈妈绑这样漂亮吗？”她说：“很漂亮。”到时候会更服帖，因为我们现在的那个底座只是绑一个大概，假发不会随着时间跟气候。不会。哦，是哦，那我干嘛要试啊？那我今天来干嘛？哎，那我想要问，我有没有可能这两片不要在那么前面？因为我真心真意的觉得我的脸型很不适合遮挡。瞬间剪短它也会掉，除非是你要我编起来也可以。反正呢，会有点偏挡脸，我觉得就尽量别那么挡。刚刚空白那一段是。发型师碍于有镜头拍摄，不方便骂艺人。哦，这样好，这样好。我们上一次的第二天刘海太短，我就跟他说，我一直想要把眉毛顶起来，让刘海不要那么短。因为其实这些假发都是我做过的头发的样子，大家就会有一种熟悉感。也就是为什么当时连我母亲，她都问我说，哪一个是你的头发？我说 ，Hello， 你每天见到我，你怎么会问这个问题？经过了这个年月，居然没有问题。台北那么潮湿哎，哎，这它是不是变浅啊？哎，它现在怎么夹？氧化都会。你知道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把头发绑那么光吗？我妈把我的头型顾得很好。好的，现在看你夹。但当时怎么那么真？因为我们抹很多东西，因为现在它没抹，而且这一点看起来是最真的，好不好？对，今天非常的快速，就这样，拜拜，下班。另外一个，对，另外一个材质。哦，那很不一样，两个很不一样。对，我最属意是这个。这个我想要再高一点点，就是个 V， 不要那么 V。好，帮我再稍微的调一下，可以再高一高一点点，一公分左右。然后手抬起来，然后是有一点松腰。就是英国调过来的那个布，对，哇，它好大气哦！我已经快瞎了，因为它很亮。但这个好像长了一点点，我觉得我们可以先裁一个看看，太长再说。好，我坦白说，这侧腰会看不到，所以短裤我们的设计是不是反而不应该是在这里？那我们就选这个外套喽。裤子坠坠的蛮好看的，但还是太长了，大家再看一下。好，换男装的感觉，也比较像这一 part 的生活感的感觉。这个是一个挂着的，嗯，我知道。这就没有那么男装感，这是造型感。对，这也蛮好看的。脱掉来看一下，脱掉，哇，好重啊！对，真的好重。你能走吗？对，我在先确定我能不能走。哎，我能走哎，但是好重啊 ！Oh my god， 好重啊！哎，但我好像进不去星星哎，我进不去我的吊台，这么美，然后进不去我的吊台。
个颜色蛮特别的。嗯，啦，订装结束，我们还要继续再订，还有一些衣服还没到，但还算蛮顺利的。拜拜。他都举手了。好。确实是怕变形。但是好像还好哎，主要就是这里会本来就会把我拔罐都被露出来了。那我现在不拔，后面没时间拔。我想要里面的这层纱不要这个哦，还是更深更蓬一点呢、啊。升降就不走楼梯。对，大到可以。其实他只要是给我顺的，我走出去是好的就好。好。有些粉丝如果他是很多城市都会去的，他就是会收集他后面这个。